王者玩家还没开始整活，官方却先行一步推出了最新的梦幻联动。抖音推出个人主页展示短视频功能，这简直为玩家们增添了一种全新的整活方式。起初许多玩家只是把自己认为好看的画面展示在个人主页上，营造出绝美的氛围感。玩原创圈子的玩家可以将自己的原创图片挂在主页上，相当于多了一种新的修图途径。二次元和玩多类游戏的王者玩家更是无需多言，自己动手就能将喜欢的角色或者喜欢的游戏与王者进行梦幻联动。然而此时有玩家发出警告，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重使用这一功能，毕竟换了之后，如果游戏打的菜，不光自己会被骂，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同样会被骂。不过也有天才网友给出建议，可以使用对家的内容，或者直接挂上反击视频，让对方无从下手。还有的网友将坑过自己的队友一个个挂在主页上，相信骂自己的人看到后也会感同身受。那么各位观众，你的主页挂的是什么呢？